温差、压力大、偏头痛缠身。常按这三穴位，头痛不再来。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在工作及家庭蜡烛两头烧之下，常会使恼人的头痛、偏头痛找上门。倘若又加上季节、温差变化影响，头痛发作频率更会大幅提升。专家表示，想要一甩头疼不适，学会中医穴位按摩，就是辅助改善的好方法。偏头痛缠身有原因，压力、温差是祸首。田一民中医师在其著作《拍拍瘦》跟著美女中医这样做：淋巴排癌、消除水肿、局部塑身、击退橘皮一书中提到，相信不少女生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上班时打电脑打到一半，突然头部就像抽筋一样，感到被重度刺激，头痛得厉害。而且一时半刻也无法解除，只能吃止痛药或等待症状消失。事实上，头痛、偏头痛发生与压力、季节变换有关。当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又或是身体时常感到疲劳、疲倦，以及温差变化过大的时候，就容易发生头痛的症状。想要缓解头痛，建议可以多放松心情，轻拍对应穴位，并辅以精油按摩，就能辅助改善头疼症状。舒缓头痛不求人，中医师推荐揉按这三穴位效果好。不过，想舒缓偏头痛，到底该怎么按才对呢？田一民中医师特别在书中推荐三个位于人体头部、手部的重要穴位，以及具体的按压方法，提供给忙碌的上班族，作为日常居家保养的护理参考。穴位按摩。拍打方向单点穴位刺激。保健穴位：合谷穴、风池穴、太阳穴。做法：一、捣五元硬币大小分量的精油按摩油于手掌上，双手互相摩擦生热。二，以手指指腹轻按两侧太阳穴一分钟。
三，以大拇指按压手部合谷穴一分钟。四，以手指轻按两侧风池穴一分钟。中医师巧叮咛，最后田一民中医师也提醒，有偏头痛头痛问题的朋友，除了在肩胛之余，可善用中医穴位按摩揉按，刺激上述穴位来辅助舒缓不适外，不妨可寻求专业中医师协助，进一步进行辨证论治，厘清头痛发生原因，对症治疗就是有效根除疼痛不适的好方法。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在工作及家庭蜡烛两头烧之下，常会使恼人的头痛偏头痛找上门。倘若又加上季节温差变化影响，头痛发作频率更会大幅提升。专家表示，想要一甩头疼不适，学会中医穴位按摩就是辅助改善的好方法。偏头痛缠身有原因，压力温差是祸首。田一民中医师在其著作《拍拍瘦》《跟住美女中医这样做淋巴排癌消除水肿局部塑身击退橘皮》一书中提到，相信不少女生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上班时打电脑打到一半，突然头部就像抽筋一样，感到被重度刺激，头痛得厉害。而且一时半刻也无法解除，只能吃止痛药或等待症状消失。事实上，头痛偏头痛发生与压力季节变换有关，当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又或是身体时常感到疲劳疲倦以及温差变化过大的时候，就容易发生头痛的症状。想要缓解头痛，建议可以多放松心情，轻拍对应穴位，并辅以精油按摩，就能辅助改善头疼症状。舒缓头痛不求人，中医师推荐揉按这三穴位效果好。不过想舒缓偏头痛，到底该怎么按才对呢？田一民中医师特别在书中推荐三个位于人体头部、手部的重要穴位，以及具体的按压方法，提供给忙碌的上班族，作为日常居家保养的护理参考。穴位按摩。拍打方向单点穴位刺激，
保健穴位合谷穴、风池穴、太阳穴。做法：一、捣五元硬币大小分量的精油按摩油于手掌上，双手互相摩擦生热。二、以手指指腹轻按两侧太阳穴一分钟。三、以大拇指按压手部合谷穴一分钟。四、以手指轻按两侧风池穴一分钟。中医师巧叮咛：最后，田一民中医师也提醒，有偏头痛、头痛问题的朋友，除了在肩胛之余，可善用中医穴位按摩、揉按、刺激上述穴位，来辅助舒缓不适外，不妨可寻求专业中医师协助，进一步进行辨证论治，厘清头痛发生原因，对症治疗，就是有效根除疼痛不适的好方法。